来紧急活动，紧急活动！8月9号到8月10号这两天内可以领取官方配件的闪光盾骨，截止时间应该是北京时间8月10号晚上11点左右。领取方法：按 X 键进入神秘礼物，然后选择第一项接收神秘礼物，然后选择第三项通过序列号或者密语接收，在里边打上 T R A E N E R S C U P， 即可领取到韩国选手的败露球，而且是方块闪的。这个盾菇是 WCS 2019选手的使用纪念，名字是不可以更改的。我们看看这只盾菇怎么样，身上自带一个骑士皮带，性格是自大，特性是梦特再生力，还带着一个勋章，奴隶值什么的都是分好的，可以直接对战使用。个体值攻击或者速度都是也许不行，零攻零速的，可以空间下猥琐睡人。官方免费送这只精灵，估计就是提倡我们要素质游戏，要不停的睡人。好，本期紧急活动新闻就到这里，大家快去素质睡人吧。领取时间太短了，估计很多人都会错过。